大家好，我是农舍小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屏东县长治乡。今天要带大家来参观的是在长治乡潭头村里面的一块都市计划区内的农地。这块农地呢，它的附近呢是没有险恶设施，而且呢就在村庄旁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去参观，走。